想要选这首歌是因为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某些歌词还蛮贴近我们的生活，然后会让我们觉得说，所以有些生活的片段，我们就是努力做一件事情，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结果，感觉白费努力了。但是听了这首歌，就会觉得，其实可能我的努力，可能在未来还是会有带，就是结果的。谢谢大家。